咸吃的有芋泥的，看一下。嗯，来那么短。这个是焦糖咖啡蛋糕，送过来的时候给弄歪了，给洒了。哦，好甜啊！这个超级甜。这个甜的，甜的有点腻了，太甜了。太甜了的。超级腻，超级超级超级腻。那看一下这个，这是蜜桃，雪媚娘，尝一下这个怎么样？这也是你们的二零二岁，然后就泡了一泡泡面，太甜太腻了。那么先把这个雪媚娘吃掉。这个就不是202的了，是咸口的，还是先吃这个吧。再来一道泡面，还没有泡好，再泡一会吧。看，把雪媚娘吃掉。这是藤椒的泡面，来喝一口汤。很热。